最后的炸裂，海贼王1053话激情解说。圣地玛丽乔亚，五老星看着路飞悬赏单怒吼下属，为什么用这张照片，还有早说过要隐藏他名字中的 D， 给我赶紧停止发行重新印刷。可下属支支吾吾表示，我们这边没收到消息啊，这照片来自 CP0 的格尔尼克呀，而且我们联系不上印刷厂那边了。那么伴随着印刷的机械声，报业大亨老鸟摩根得意的笑，这神秘的样子什么情况啊，投送到全世界各地吧我的鸟儿们，合之国的消息断了， CP 最后的通信是来自大妈的船，这重要情报还想暗箱操作门儿都没有，世界已经变了，现在的事实才是世人最喜闻乐见的，呵呵呵，这个实况转播真是让本鸟兴奋呐。那么伴随着鸟儿们飞向世界各地，人们瞠目结舌大吃一惊，君临大海数十年的凯多大妈竟然败给了蒙奇蒂路飞、尤斯塔斯基德、特拉法尔加罗。哎，看到报纸的基德心态炸裂，立即飞奔出去，胸无大志的阿普还纳闷，基德这脸色这要跑哪儿去呀？还是好基友基拉了解他，说这家伙怕是去华之都了，我们也过去吧，听说今晚还有宴会。罗看了报纸表示，这变得可麻烦了呀。而另一侧，华之都的大厨还在死抠食物的细节，什么小小木耳煮汤煎，块块豆腐放两边，油炸要用小波碗，阿旺刷碗才不难。可总算等他做完料理，大家早就等过了头，跑出去玩了。大厅里只有捧场王慎平一人，嘴上说着真香，但心里已经飘向热闹的外面了。哎，这里再次说明啊，抠搜略显小气，说话有点墨迹，又过分注意细节的和之国文化呀，与粗犷自在无拘无束的海贼们格格不入。在和之国片更新的这4年呢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感觉。那么今天的花之都又是射击又是捞金鱼，好不热闹。路飞嘴里吃着，手上拿着，头上顶着大喝，与乔巴也被美食蒙住了双眼。而此情怎么能少了音乐呢？布鲁克与小子搭配一首乐姬献给大家，摇吼吼吼吼，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。一时间呢，人们被迷得神魂颠倒，而热闹是他们的，大天狗什么都没有。画面一转，来到城内地下，脱去翅膀的大天狗发现尼克罗宾在摆弄自己的手办，得意地说，那可是老夫的收藏品，那可爱吧。可是罗宾并非一般小女生，直言并不可爱，搞得大天狗一惊，说这是老夫秘密的兴趣房间，也是当年我被幽禁的地方。罗宾一听幽禁，忙问你是何方神圣啊，不就是个断刀匠吗？而大天狗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，说起从前我确实有断刀才华，但那只是兴趣，我对政治早已感到疲惫。说到这里他摘下面具，罗宾一看这张被岁月侵蚀的脸，发现他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老头，老夫名叫光月寿喜烧，是玉田的亲生父亲。那么或许是本着人之常情吧，罗宾忙问桃子他知道吗？老头摇摇头表示他不知道，我也不想告诉他，家臣们或许多少有所察觉了，我就是被大蛇窃国的人，至今没脸跟人说我还活着，当年好不容易逃出这个房间，才发现玉田已死，河国也变了，我也的确想过要切腹自尽。而罗宾似乎并不想了解一个老头的心路历程，打断他说，那个大天狗先生啊，这国家应该有古代兵器普鲁托吧，阿拉巴斯坦的正文就是这样记载的。大天狗一听虽然脸色一沉，但还是如实奉告，当然有。接着经典画面一转弯，来到兔碗监狱，原本荒芜的山峰竟然长出了花花草草和小蘑菇，但采蘑菇的可不是小姑娘，巴巴努基被吸的小象鼻子都干巴的像是累过了头，旁边多个小喽啰也正在被吸收精华，有点惨，甚至奎因和 King 都被吸成了蛆和 Key， 可蛆还在吐槽我不想瘦啊，但话音没落就被一人狠狠踩下，还大骂道，王八绿球球说了叫你别动，如果我被你们干掉可是很没面子的呀，海军现在没有多余兵力收拾烂摊子了，和我预想的一样，你们呐，哎，话没说完又咕咚咕咚吸起了酒，发现贼难喝便一把摔在地上。此时电话虫巴拉巴拉响起，这个神秘的大将绿牛露出正脸，左手显著的变形成了植物样，脚下也有种步步生花的感觉，同样还是个长腿欧巴，腰间似乎还配刀一把，上半身光膀子披披风，左侧纹着4个大字死穿心中，一看也是个有故事的人，头顶杂乱的发型差点盖住一脸痞气的脸。说实在的，这个打扮和样貌呢，给阿旺的第一感觉是此人可能有点色，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。接着绿牛开口就要一艘军舰开到和之国，还说，别让萨卡斯基知道啊，那家伙极端的厨师风格我可太喜欢了。接着还拿出了路飞悬赏单，继续说，当我拿到这个小鬼的人头，他赤犬应该会夸我干得漂亮吧，啦哈哈哈。然后画面切
回花之都，路飞站在高处大喊着：“台下的观众，你们好吗？让我们再来一次好吗？”诸位忍者、海贼、毛皮武士、黑道家臣们，你们的战斗胜利了，干杯吧！而桃之助仰望着路飞，想起战斗刚结束时，路飞说：“不要说我的事，那样就成了英雄了。”哎，之前1051话被质疑桃之助抢功劳时呢，我发过动态聊过啊，他们是海贼，他们不要做英雄，这点是草帽团贯彻已久的概念了。接着，人群中突然窜出一个红头，大喊一声：“呆草帽，我要在这里消灭你！”路飞一看来人，还挺高兴，说：“这不是老熟人侧头男吗？”立即圈起了两圈臂膀，卷起来贴爹，吓得基德一拘灵。而与此同时，巨大的烟花射向天空，伴随着一声干杯，花火炸裂绽放，犹如白昼，照亮了原本漆黑的和治国。烟花下，无论男女老少，草帽团武士们、毛皮族黑道大佬们，受尽苦难的小玉和收服的 Smile 们，甚至在偷偷搞对象的仰卧起坐之王锦卫门都举杯相庆。而罗团、基德团也赶来庆祝胜利，唯独傲娇的基德甩开路飞的胳膊说：“你小子别把我掺和进来。”又拿出报纸说：“你看见这个没有？我是来消灭你的。虽然我不知道海外发生了什么，但这些人是新的海上皇帝。”路飞一看报纸，再次吓出尼卡表情。那么四位海上皇帝从左到右，第一位就是几乎将乔伊波伊扼杀在东海的无情刽子手、传说级海贼团海贼王罗杰团船员四皇红发香克斯，异父异母的亲兄弟，推进成史上最恶劣越狱事件主谋，顶上战争独家直播员拥有者白胡子，唯一指定同盟100%闪避赤犬黄猿鹰眼，唯一无伤通关推进成顶上战争的传奇强者，曾经的七武海，现在的四皇，未来的海贼王 Super Captain Buggy。 累死了。第二位是资历最老四皇红发香克斯，第三位是野心甚高的黑胡子马歇尔弟弟奇，以及第四位草帽小子 Monkey D. Luffy。 哎，那么巴基成四皇这事啊，我就不吐槽了，乐趣全在评论区。最后，步步生花的绿牛走向花之都，老远就听到这宴会挺嗨呀，海军们可没你们这闲情雅致，外面的世界乱了一批。随后本话完，休刊一个月，海贼王漫画再更新的时候就是7月中旬了。不过阿旺可不会让大家寂寞的，一直想聊的血统因子的设定再不聊就完了，还非常有必要梳理一下埃尔巴夫的剧情线，而且在最后篇章之前要盘点一下海贼王的所有没填的坑，还有2年前做的海贼王编年史，随着剧情的发展已经需要更新了，这次会做出图文形式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点赞关注阿旺，运气越来越旺。好了，周日我们再来细看这一话，我要去刷碗了，我们下期见， goodbye。